高雄有民众在日前开车经过小港区，但是没有想到对向车阵当中突然窜出了一个小朋友，快速穿越马路，驾驶被吓坏了，猛力踩下刹车，连车上的女乘客也忍不住放声尖叫。那么根据了解，行人擅自穿越车道，依法可以开罚500元。那么要是这名违规人未满14岁，将会处罚法定代理人或者是监护人。驾驶开车缓慢行驶，没想到下一秒对向车道竟窜出一名小朋友。赶紧刹车，驾驶吓一跳，就连副驾驶座的乘客也忍不住尖叫。仔细一看，当时小朋友从对向车阵中背着书包快步冲出来，尽管驾驶反应快，但不论是谁恐怕都会受到惊吓。小朋友他们根本就不会考虑到这一点啊，这是真的很危险，如果出事的话大人应该会很担心吧。事发在这个月1号，高雄小港区汉民路，当时一名背着书包的小朋友从对向车道的车阵中快步窜出，而路过驾驶也猛踩刹车，车上乘客当场吓到尖叫。事后画面曝光，引发网友讨论，有人说这个我一定下车开骂，也有网友表示冲得过去就火影忍者，冲过去就火化，同声抨击小朋友在马路横冲直撞。行人擅自穿越车道，处新台币500元罚款，违规人未满14岁部分处罚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。现在家长恐怕得吃上500元罚单，只不过罚钱事小，倘若小朋友不慎遭撞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高雄这么的。